他拿给我穿的时候，那我就说扣子也太多啊，扣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没有，他是压扣，等于说他可以直接这样子，我回来了，啪，就可以直接破茧而出。这个是什么材质？这个就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它算是有点丹宁布，就是那一种有一点算是薄款的牛仔布，但是它是偏软一点的牛仔布，它其实是挺它不会什么刺刺的、粗粗的，都完全都不会。谢谢布料达人柔柔 ，Oh my god， 做一个封号了。S 到 XL 的女生都可以穿，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宽版的，我只是把它那个抽绳把它绑起来，绑紧一点就会有腰身了。这一件其实我觉得小个女生也可以穿我穿都还没有到脚踝啊。嗯，小个女生穿起来就大概快要到脚踝那边，它颜色超好看，我现在穿粉色、杏色、卡其色跟绿色，这个都是我的色而且这一件就是因为它磅数够厚，它完全不会透，它就连白色也不会透，除非有人真的是拿那个棒球打棒球的那个灯直接照在你身上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算打棒球灯它也不会透，它磅数真的很高，它有口袋你们来看一下，